哎，大家好，我老柯。大家好，我小仙儿。哎，媳妇儿，嗯，你觉得最聪明的人是谁？你认识里面，不管是漫画角色还是现实世界，你觉得最聪明的是谁？最聪明，嗯，你觉得最聪明的是谁？爱因斯坦吧。爱因斯坦是吧？嗯。那你想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吗？想啊。那你知道为啥你现在没有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吗？可能是因为我不会。叮叮叮，这个吧。那我说我有办法让你变得跟爱因斯坦一样聪明。怎么变？就是这个要从人脑的两个封印和一个工作模式说起。嗯，人脑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封印。啊，这两个封印呢，就像那个新世纪福音战士初号机那个束缚中具一样，束缚着大脑，没有办法让它走到发挥100%的能力。啊，你发挥100%的能力以后，你就能走到一个大脑的新的工作模式里面。这个模式就能让你跟爱因斯坦一样聪明。我觉得10%都已经很厉害了，100%好吓人。我们现在大概是3.9%、不是这样，就是这种工作模式能让人类集中所有的能量，就是大脑的所有能量集中给让大脑做一件事情。嗯，啊，我们先来说两个封印啊。嗯，第一个封印呢被称作消极偏见。这个顾名思义啊，消极偏见就是人脑比较喜欢坏消息。和对自己有负面情绪影响的东西，人脑对坏消息和对自己有负面影响的这些东西啊，嗯，记忆特别深刻，而且坏消息和负面情绪呢，对人类的影响也更大，比好消息更大。嗯，这个原因啊，是因为人类这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啊，人类在这个自然界里面还是比较弱小的一种生物。嗯，你想在远古时期，满地老虎豹子这种时代里面，对不对？哎，一个古人啪看了一个那边。草丛里面一个灰色的东西在蠕动，他肯定不会觉得那是扎士奇，我能拿过来炖了，对吧？啊，一定是要么老虎、豹子，要么棕熊。嗯，我那个古人肯定不会想上去说，哎，我上去看一眼。嗯，如果那是扎士奇的，当然好啊，他活了。嗯，如果是只棕熊的话，那么这个远古人除了把棕熊撑死，嗯，那他也别没有办法吧？绝对没有别的办法吧？嗯，对吧？所以呢，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嗯，自然选择，嗯，把那些更倾向于坏消息的人，嗯，更胆小的人，更谨慎的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对，嗯，对对，给留下来了。嗯，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人啊，都是那些古时候胆小的，嗯，谨慎的后代，比较喜欢坏消息的人的后代，所以我们保留了这个机制。嗯，所以现在我们所有人啊，都有消极偏见这种情况存在，嗯，这是基因里面刻下的。也是古时候留给我们的一个，算是一种比较不好的东西，但是没办法。嗯，好像开心的事儿记得少一些。对对，但凡是你比较出丑的事儿啊，对你影响比较坏的事儿啊，嗯，被爸妈打的事儿啊，你一定记得很清楚。是的。哎，那这是第一个封印。嗯。第二个封印呢，叫做默认模式网络。嗯。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像刚才说的，老虎豹子肯定是少了。嗯。但是我们的烦心事呢，其实一点没变少。嗯，啊，我们明天能不能挣钱啦？嗯，会不会被丢了工作啦？嗯，我们手机现在只剩70%电，会不会没电了？对，各种的焦虑。啊，明天中午吃啥啦？对，这些烦恼的事儿都会。灵魂三问：早上吃啥？中午吃啥？晚上吃啥？好烦恼。啊，对呀，啊，这些烦心事其实是无时无刻不在萦绕着我们的，嗯，对吧？啊，那你肯定也有这种体验，是吧？哎，我干完了一天的工作，我想在办公室啊放空一下自己，嗯，对不对？嗯，这个时候脑子里面就不停的出现那些烦心事儿。对，有的就是好像失眠的人，哎，晚上脑子里面也是这种烦心事儿，要不然就是如果没什么生活阅历的人，就是脑子里面就是白天没吵赢的架啊，对对对对，都是些我记得的不好的事情。对对对，大部分都是这种事情。嗯，其实呢，这种事情就是一种默认模式网络。为啥会这样呢？在科学家研究的时候发现啊，人类的大脑和人类的其他器官和都不一样。人类的大脑啊，无论它干什么，就是无论它是不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它消耗的能量是一样的。这个很不合逻辑。嗯，因为人类身体不一样，就是我们打球跑步，对吧？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人身体消耗能量是特别大的，是吧？但是我们俩现在坐着，嗯，对不对？那我们身体消耗能量就小，嗯，老坐着能量就消耗的更少，对，就容易堆积肥肉吧，对吧？你看是吧？但是大脑就不一样，扪心自问一下，
谁？你还不是你养的？那我那你、啊、反正你养的，那你没动啊？反正你养的，你要运动。好，待会儿去运动。但是大脑不一样，就是大脑，比如说你在写 PPT 的时候，你在上班的时候，都在高速运动。哎不，你在上班的时候，哎不，你跟客户正在吵架的时候，你大脑高速运动，对吧？它消耗能量是一样，比如说是数量是一，对不对？但是你休息的时候，哎，比如说你躺下来啊，啥也不干的时候，你大脑消耗的能量还是一，这是因为啊，大脑，你比如说你跟客户吵架，它是一个区域活动，你躺下来休息，哎，原来吵架那个区域它不活动了，那另外一部分区域它就开始活动了，一般认为呢，就是大脑，你比如说想休息的时候，我想躺下来，哎，稍微小憩一下，或者说是闭目养神一下。这个时候呢，大脑的海马体和背内侧前额叶，还有一些其他地方就开始活动了。这些地方呢，主要负责听故事、看电影儿，哎，理解这个世界。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海马体和背内侧前额叶比较兴奋。我很困是吗？不是，这个时候因为你在听我讲啊。对，听故事，对，听故事的时候会这个比较活跃，这两个部分就比较活跃，因为它是负责理解外部世界的，所以呢，在你放空的时候，这些部分就开始活跃了，但同时呢，这些部分也有一个能力，就是消极偏见，所以你放空自己说呢，由于默认模式网络和消极偏见一起起作用，就进入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一种内耗的状态。这种内耗的状态呢，科学家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猴子状态。为什么是猴子状态？那很形象嘛，那些消极的事情、烦人的事情，就像猴子一样在你大脑里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对不对？你会很烦。而且这种模式有特别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你越想休息，这种猴子模式越强烈，你的烦心是越明显。你越想忘记一件事情，你越想说抑制这些东西，烦心是，比如说抑制焦虑。啊，忘记一些自己出丑的事儿，忘记一些烦恼，他反而会记得更清楚。你想抑制焦虑，你就更焦虑，这就是猴子模式。对，你抑制焦虑和忘记这个事，这些事情主动去忘记啊，也被称作喂猴子。就会把猴子喂大。所以有时候像那些失恋的人，是吧？越想忘记这个恋情，越想忘记前男友，越想忘记前女友这些情况，他越想忘记，他就越。不能忘记，他越记得清晰，甚至会把自己逼到什么走绝路啊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因为猴子心态导致的。这种时候，比如说特别严重的时候，人类的大脑会开始逐渐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它会自我保护，但是这种自我保护不会从内部开始，它从外部寻找。比如说啊，一般人就会开始寻求一些酒精的帮助，一些药物的帮助，还寻求一些违禁品的帮助，对吧？因为这些酒精啊，这些违禁品啊，这些药物，它会让就是大脑海马体，还有这些负责理解外部世界的这些部分，不那么兴奋，那么你就能从默认模式网络里面脱离出来，从消极偏见里面脱离出来，这个也就是从外部寻找刺激，打破这两个封印的方式，其实你看啊，那些需要创意的工作，需要创造的工作者，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这种小毛病。酗酒啦，对吧？吸毒啦，对吧？这些操作，其实就是因为这些抑制神经兴奋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些能够给我们大脑带来这种刺激的东西啊，它能够抑制默认模式网络，它能够抑制这种消极偏见，它能提高人类的创造力，它能让大脑进入到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暴走模式里面去，提高你的创造力，提高你的这种工作效率。可能可以抑制某些，就相当于说它打破了那个限制，对吧？对对对，就相当于把那个封印打破了。麻醉性的东西可以打破限制。对，其实这种追求这种麻醉性的东西，酒精啊之类的东西，在动物身上也很多，不只是咱们人类。有一种很特别的行为，比如说海豚。海豚就会去捉河豚。就是对对对，大海里面很多，它有这种。行为，也是相当于是人类当中的吸毒啊，对，吸毒喝酒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动物也会去寻求这种打破这两个封印大脑封印的这种行为去做，来提高他们的一些这种兴奋度啊，大脑上，所以这种行为其实不是咱们人类的一个专属的东西，生物的高等生物的吧，对，连猫吸猫薄荷也是这种行为，对，至少是有点智商的啊，对，小动物们，对对对。那么这种打破
大脑的两个封印的形式，也就是让大脑暴走工作的这种形式，发挥100%能量的形式，就叫做心流状态。啊，哎，这种心流状态呢，最早是由一位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提出来的。嗯，啊，他在研究一些这种人类工作的时候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啊，人类有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个工作或某一件具体的事物上。嗯，你导致呢，这个人忽略了外部环境的行动，哎，别人叫他听不见，忘记了时间啊，都不觉得饿，嗯，而且别人打扰这个人工作，还那个人会特别烦躁，嗯，对吧？嗯，我觉得你应该有这种体会，也有，对吧？嗯，高度集中，对，通过研究发现，在这种状态里面，人类的工作效率奇高无比，是一般工作状态的至少2倍的效率，啊，而且能够大幅度提高人的创造力和创意能力。嗯，就是在这种状态里面，嗯，哎，并且啊，发现，在经过心流状态以后的人类啊，嗯，会有一种莫名的爽感。爽感是怎么来的？爽感是因为经过心流状态的时候啊，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内啡肽和多巴胺，哦，就会让人觉得很爽。小的时候，书法家嘛，啊，练字儿的时候，蘸着墨汁吃，那不是王羲之朱德？那是朱德啊，朱德，我很记得那是朱德。对，我觉得那个状态差不多。对，其实就是他那个状态并不稀奇，真不稀奇，每个人都会有，只不过每个人经历这个状态的时候，在干的事儿都一样。比如说有些人打嘴巴嘟，那对不对？比如说有的人的再打一局文明六，刷抖音，哎，对对对，还刷抖音，抖音2分钟是智商2小时，对，差不多吧。哎，这些其实都是心流状态。嗯，人说白了就是不是那些伟人才有心流状态。嗯，就是我们普通人都会有心流状态，嗯，只不过我们的心流状态用的这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名字起的有点像那个流心酥，吃的。没有，它其实是。就一说这个名字，我想起那个里面流出来那种酱。它其实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它要表达的是那种思维像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这种。啊，直译过来。对对，如果。我们能把我们比如说打撸啊撸的心流状态，嗯，啊，文明六的心流状态，嗯，抖音的这心流状态挪到我们要做的事情上，哎，其实我们就能享受到那种效率高2倍创造力爆棚的情况。嗯，是的。哎，但这事儿啊说起来容易啊，但做起来没有那么容易，但也不难。嗯，你如果想把你自己心流状态搬到你平常现实世界，嗯，我们就可以朝我们在打的游戏学习。嗯，其实游戏是营造心流状态非常厉害的东西。嗯，哎，要不怎么你一玩游戏就开始忘记时间了？嗯，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已经设计好了，就是按照怎么让你忘记时间，它怎么设计的。嗯，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游戏怎么设计的。嗯，第一个，你要确定一个你的大目标。嗯，比如像很多游戏，比如像刚才《文明六》，嗯，你的大目标是啥？统一全球。对。比如《塞尔达传说》，哎，一开始就告诉你打败加农。嗯。但是呢，他不会一下子让你去干这事儿，他是把这个整个事件分隔成一个一个小目标让你做。嗯，也就是说啊，其实你先定一个大目标，然后你把这个大目标拆散成一个小目标。嗯，哎，但是拆散这个东西就很讲究了。嗯，根据研究啊，发现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对外界世界的认知分成3个区域。嗯，第一个区域呢叫舒适区。嗯，然后在舒适区外侧是学习区。嗯。学习区再外侧叫恐慌区，其实顾名思义嘛，就是舒适区的话，就是你已经认知的，你对它已经很熟的东西。嗯，那比如像我就骑自行车，就是对我的舒适区。嗯，啊，那学习区呢，就是对你可能还有一定挑战的事情。嗯，啊，比如挑战不大，对吧？挑战不是挑战不大，是挑战你能够通过自己努力能够得着。啊，比如说你做一套新菜，嗯，啊，对你来说就可能是学习区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呢。做一道新菜就可能不是学习区，是在外侧恐慌区的东西。黑暗料理啊，做出来很可能就是黑暗料理了。其实就是说，要让你的目标第一个小目标放在你的学习区内，嗯，你能够够得着，你觉得这个努力是有希望的那种地方。嗯，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在了舒适区，表面上看上去哎我很容易达到，但是会引起你的那个一个这种。大脑无法完全运作的这种一个疲态，就是大脑觉得已经很习惯了，我不太会去动用全部能量去做这件事情，不用带脑子啊，对，就不用带脑子，那么消极偏见就会进来了。哦，
那如果你把这个目标定得太高，就比如说像让我做一道菜这种事定到了恐慌区呢，那大脑呢就会产生恐慌，恐慌本身就是一只猴子，你就很容易进入猴子状态去，所以一定要在中间那个区域上，对，在学习区一定要首先给自己一个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大概能力啊这些东西的评估，把它定在学习区上，之后呢就是找一个远离干扰源的地方，比如说像你说的深更半夜，对，我们就很喜欢半夜加班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是黑的而且是安静的啊，你能容易注意集中注意力，但我不行，我就是一定要听着歌才能集中注意力那种我不行，我听着歌绝对别被歌跑带偏。如果大家都掌握心流状态，比如说你掌握心流状态了，那你就是属于人均爱因斯坦那个水平吧。人均爱因斯坦。就是根据研究来说啊，发现人们真正感觉到自信啊，那个自豪、伟大、幸福，然后那个满足感特别爆棚的时候，其实就是人们在专注的、有创造能力的去干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才能干得到的。对，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大部分是这样的。学一下人均爱因斯坦一下好呀我明天烫个爆炸头为啥要烫爆炸头呢？爱因斯坦啊，爱因斯坦那个不是爆炸头，他就爆炸头，没有，人家不是爆炸头，人家那是自然卷，对呀、然后就不想打理嘛，人家年轻的时候爱因斯坦还是很帅的一个帅小伙，后来逐渐自由散漫掉了那早上起来都不梳头的，那主要原因是人家随时都在心流状态里面好不好